他这个如果视频拍长一点，他在上面放在那个手机上面，转给别人转不过去的。应该可以的。手机啊。你用文档。文档。做个文档，压缩文档。你现在是录像了吧？没有，我还没开始。现在开始，可以开始了。这个是那个软水罐，软水罐这个上面是进水的，这个上面是由这个浮球。 这个浮球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水位高的时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停掉，低于这里它自动会打进去的。这个是浮球。这个打进去以后，打进去把这个是一个开关，打进水，打进去把这个开开。这样是开，直接进入泵，直接从这里进去，从这里上来。 这个上面有字母的，这个是过滤，这个是上下往下冲，这个是上往下走水，打到这个位置吧，是上往下走，打到这个位置吧，是下往上冲。打到这个地方是过滤，这个是石英砂过滤器，这个是活性炭，这个是树脂是离子。 一直过滤器，然后这个地方吧，我们打包装的时候会把这里拆开，这条管子会捆到这个地方，从这里接起来，从这个地方接，这里是一个保安膜，保安膜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上面的空气给开，空气阀给开开，然后这两个同时，两个开关，绿的开关同时摁，摁的时候这个出水的时候这个再闭掉。 闭掉，还有这个，这滤芯，这滤芯是我们是新的机器是没有装滤芯的，没有装滤芯的，你把后面这个地方，把这几个扣给它拆开，拆开把这个拿出来，拿出来把这条，把这条往里面放。 这条是放在后面的，放在那个滤，放在那个母壳里面的。这个把这臭氧发生器，臭氧把直接这个是原水桶，直接把臭氧这条管子这里有个管子，你看，直接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这个刚开始把这个阀门开开，来关掉。 这里用的时候，把这个开开，这个地方不管往哪个地方接都可以的。还有这个是控制水位的，EVG，EVG是接到那个配电箱里面，配电箱里面有字母的。 这个是 EVG 接到11、12、13，接三条。这两条线是18、19、18、20是接着那个原水泵，那个原水泵。这个是主机的电缆线，这是两线，这个是一条弧线，一条连线，这个是地线。 至于老后面，还有这条管子，这个是原水管，不是这个是进水管，这个是进水筒，从这条管直接流到这里来。还有这条吧是污水管，污水管吧是50%的水得返回去的，如果放掉这个水会浪费掉的。 还有说一下那个前面那个清洗水缸。什么清洗？
如果膜堵住了，它这个表会显示180到200以上，200左右，里头滤芯堵掉，你把这两个开关开开，这个开开，这个也开开，这两个开开，这个也开开，开开打这个清洗开关，这么一打，它这个水吧，这边水是进不来了，里头就是说在里面洗了。这个放下的这个水缸里头水已经放满满的，你水缸里头放一次，里头放三斤柠檬霜，好了，大概就这样了。